十一题，那个居民磁场 B 哈、哦，沿正距方向呢，指出呢纸面啊，好，指出纸面的哈、哦，是正距方向啊，这是 B。啊，纸面是 SY 啊，这是 XY。好、哦，发电机的方向啊、哦。好 ，T 等于零时有质量 m 哈，电量 q 是指点至原点哈，沿 x 轴以 v 射出了啊 ，v 射出了，与 T 等于 π m 分之二 q b 的话，它的坐标有啊，这其实应该是下一节要讲的，没有问题吧？好，我们知道哈，它这个磁场是出来的，磁场都是出来的，对吧？好，磁场都出来的话，我们知道它这电荷所受的磁力，它电荷有时候多少 ？Q， 对吧？质量是小 m 嘛，对吧？好，那它所受的磁力 ，Fb 哈，这是等于 Qv cross b 哈。虽然这个公式前面就已经有讲，而且的话 ，v cross b 哈 ，v cross b 往下，所以它是有向心力嘛。所以它会做圆周运动，它会做圆周运动，对吧？所以这 Fb 的话是等于 Qvb， 啊，这等于多少呢？这个等于 m 乘以多少呢 ？r 分之 v 平方嘛。那 v 就消掉一个，然后我就可以得出它的区域半径了 r。R 是等于多少呢？是等于 mv 哈、哦，除以 qv 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对吧？好，那也就是说哈、哦，它的那个旋转半径哈、哦，它从这里打到这里来的时候，它问什么东西啊 ？T 等于二 qv 分之派 m 时哈，它的坐标多少？好，再来我们看它的那个周期啊，它的周期等于多少？周期 T 哈、哦。写大 T 好 ，T 是等于二派多少呢 ？r 除以 v 嘛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二派 r 是多少呢？二派 r 是 qv 分之 mv 嘛 ，r 除以 v， 所以这个叫它转一圈的时间呢、啊。我转一圈的时间的话呢，是等于多少？是等于那个 qv 分之二派 m， 哦，这 q 就是大 Q 了哈，大 Q 哈，这是大 Q 了，啊，所以它的时间哈，时间它是说等于半个周期哦，二 qv 分之派 m， 哦，是不是这个周期啊？对吧？哦，这个是等于是不是这个周期啊？那是不是这个周期的话，它应该跑到哪里？跑到这里来，跑到这里来，对吧？它的坐标哈、哦、是等于多少呢 ？x 方向是 r 嘛 ，y 方向是负 r， 对不对？对吧？好，那所以 r 的话，所以这个应该是等于 qv 分之 mv， 它这是负的 qv 分之 mv 啊。对吧？啊，这个它的坐标。这个没有负。啊？这个没有负。没有负、哦。指出啊 ，v cross v 对啊，应该有个负的，对吧 ？v cross v 嘛，因为 v 是出来的，是吧？对不对 ？v 是出来的。V 是往那边啊 ，cross B 嘛 ，B 是出来啊，所以往下应该有个负号才对，对吧？应该有个负号。哦，除非说它的那个磁场是进去的、啊，如果磁场进去的话是 V cross B， 那就往上嘛，它往上旋，
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对吧？所以它应该有个负号。